回家出了 CD 鞋，现在 EZ 已经有正面战场的一个战斗力了，一箭没有射到，一技能拉开距离。不过后面还有小虎闪现，还想小虎，后面这边有危险，直接秒掉了。那这边宝蓝怎么说？宝蓝也很尴尬，反正 W 顶一下。宝蓝也很尴尬，反正W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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一下。宝蓝也很尴尬，反正
哎，正面先射了个飞龙兹，想杀吗？好像并没有，没关系。看他后面定了一个发条，没闪的这个魔。 后部这边反而要打小虎，小虎这边血量有点低，但是他被拉到，但这边小虎怎么说？但小虎这边反倒被留住了，哎呦！看来他打招，还好没拉到人，如果拉到了，人就是一个溃败。伽拉没在怕的，伽拉好顶，闪现两句，这个时候要逼的一个人逼着埃及四个人走。哇，哎，真的，伽拉没在怕的，这一波火奶都恢复船战 ，BLG 在正面战场是有一些优势的。BLG可以先打对方的前排了。是的，平给这个位置。 哎，直接转身，这波好果断呀！但是没有人跟得上，怎么说啊？像小仙，猴子被砍住了，猴子被找到了。天哥顶在前面死不掉，哎，但是玉翼这边怎么办？玉翼这里有闪现能拉开吗？对方的玉翼了，但是他的位置很好，醒来给大了，这边推了一下，推到对方的后排两个人，啊，砍完了，被秒了。但这边猴子转的还不错，这边秒了，伤害不够，伤害不够，这边有红刀。 哎呀，没有杀掉，恶魔龙兹收割的舞台来了。两个ADC全被秒，现在拿到一个三杀，还要继续的追击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直接可以一波。四杀，一波基地。哎，这边打一片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个猴子旁边，抓龙很关键，这一波。龙，反击线没有射到，宁王没有抢，宁王进去了，宁王进去了，在这边拉了对方两个人。龙虎进去关谁？四个大招，宝蓝被水晶其他技能拉到几个人？ 这波感觉要爆炸了，但是这个猴子的转眼很关键。伊森输出的位置怎么样？伊森这个输出还可以，走，他顶到最后，又是两被带走。给我砸！一千米中。我要抓小虎吗？小虎这边被肉的，小虎这波怎么说？伊森伤害太高了，继续后面打起来，闪现拉四个。 但没人能跟上啊！就推了一下，哦呦，这软身上拍过来好多人，伊森被杀了，但是后续就杀皇很顶，沙皇啊，沙皇还是被换将，但是这边三个人应该是可以结束这场团战，二换三双 C 换将，但是杀了而已五个人。